8月27日，台湾基隆，一名劫匪进入便利店抢劫，机智的女店员佯装点钞给钱，在交钱给劫匪的瞬间，一把夺过枪吓傻劫匪。视频显示，一名黑衣男子站在柜台前假借买烟，突然掏出一把手枪指向店员，大喊抢劫。想不到机警店员神情自若，假装打开收银机数钱，拿了2000多元现金交给劫匪，乘着这个瞬间直接把枪抢了下来。劫匪被吓傻，当场愣住，随即逃离现场。店员随后发现这是一把玩具枪，没料到劫匪10分钟后又返回便利店索取他的玩具枪，被店长和热心民众当场制服。网友大赞其勇猛，称这种身手当店员可惜了。